国立台湾大学杰出校友。综合类杰出校友史钦泰。史钦泰教授于1968年自台大电机系毕业，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博士后返台投身工研院。在担任工研院院长期间，以其丰富的科技管理及研发经验，协助成立联电、台积电等公司，并推动奈米、生医等新兴领域发展，曾获颁经济部一等经济奖章、中华民国匪桃匪荣誉学会杰出成就奖等多项奖项，技术领导及科技管理能力备受肯定。我一辈子都记得，我是台大的学生，是台湾最好的学校训练出来的学生，那么能够做这一辈子有做了一些事情，让母校觉得是一个尽到了培养一个学生的一个价值。现在我们的同学面对将来要跨入这个社会啊，很重要的就是说了解你将来要做什么，你的价值观会带领着你做一辈子的选择，所以一定要掌握，能够终身的学习，不断的能够创新。台湾大学出来的训练的学生应该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。科技与管理并重，开创产业新风貌。